Victories of Bobla. Given his severe burn injuries, SEG member Selena will be out of the limelight for many months. For fans who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miss her, join us in relieving some of her most candid moments during her recent appearances in Singapore. This name is called 美人照镜, Sam 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美人照镜, 完全符合形象。对。就是这样，你像照镜子一样，然后就左边看看，在右边看看，左边看看，在右边看看。他完全不看你了，随便你，如果看我哪里都可以。但是呢，这样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同时达到提臀的效果。你爱的我在你面前呼吸，就只需要叫救护车。有没有对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比较不满意过？有啊，有，像我本身比较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就是大腿，所以我以前啊念书的时候，我的裙子大概都是在膝盖，都是在膝盖下面一点，遮住我的左右的，因为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大腿比较现在焕然一新，完全判若两人。之前瘦了之后，你裙子全部都在屁股以下，就是不会太长的裙子。说是真的是勇气这方面的话，我也是很不足，因为我连小虫子都很怕，然后也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如果你们比如说、就是跑宣传的话，遇到什么蟑螂什么，对啊，就是很胆小。他们好像他们两个都会，都我身边人都会，然后我也不敢在那个住饭店的时候不敢自己跟人睡，所以在勇气这方面我是很弱的。可是但我觉得我在面对我自己的心灵层面，就是不管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是一切事情的承担能力，我觉得我是很勇敢的。